空屋带来辛弃疾，国人挑战不呼吸、不睁眼极限。 各位好，这里是眼球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，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，我是主播视网膜。近来空气污染越来越严重，本月九号，中华民国台湾岛内甚至有十三个测站测得 PM 二点五浓度高达紫爆的等级，超越每立方公尺七十亿微克。专家表示，这一波空气污染主要是因为近日马习会推动两岸和平，造成天气过于稳定，使境内汽机车废气、火力发电厂。 钢铁厂与大型工厂所排放的污染物扩散不佳，对此位于云林麦寮的六轻则表示，厂区临近的空污监测站数据都正常，不禁让国人联想到日月光的废水，当时检测也都正常。 空屋来袭，台中火力发电厂被台中市政府要求降低发电量，民众被迫戴口罩或是停止呼吸。根据临床实验报告，稀薄的空气未来将使国人肺活量大增，我国国手参与奥运夺冠的可能性将大幅上升。本台在此呼吁，口罩戴一层不够，记得戴三层；中华民国讲一次不够，记得讲三次。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台爱国的空。 空气清紧急。虽然本次空污主要来自岛内，但中华民国大陆地区的霾害将随东北季风袭台，后续空污将一波波如滔滔江水绵延不绝的袭来。近日空污只是开始。 来自中华民国大陆地区的污染源，除了可能引发过敏等呼吸道疾病以外，今天清晨也因为对岸非法政权局部解除脸书的禁令，开始对台湾岛内与香港自由地区民众造成视觉污染。中央气象局指出，目前在特定脸书的页面能见度不到一毫米，研判是非法政权的头目小西维尼带呼职守，没有将牢笼里大片山河的野猪锁好锁满才会。 导致变直的小猪皮姐跑来 One Taiwan。好的，本节新闻就是这样。更多新闻您还可以订阅央视的 YouTube 频道。我们再会。